手机和 PC 上的武侠游戏这么多，要怎么选择呢？当然是要选择武侠游戏的发源地台湾制造的才到地呀。502就是要带给你最原汁原味的国产武侠体验哦，赶快来一起修习神功，一统江湖吧。还记得当年武林群侠传红遍全台湾的盛况吗？只要登入游戏学习绝世武功，并且加入门派拯救黎明苍生于水火，开启了一页人人都可以当大侠的光辉岁月。由中华网龙原班人马开发的正统续作《502》也即将上市喽。游戏中玩家穿越时空回到元朝，加入五大门派的恩怨纠葛，并解开一代留下来的谜团，写下个人专属的江湖故事。游戏采用 3D 即时战斗，用简单的操作华丽重现各门派的武学绝技，并且有丰富的 RPG 培育角色系统，让玩家训练出自己的一代大侠。想要成为新一代的台湾武林至尊吗？现在就下载502吧。